开始就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我们都一起期盼着孟晚舟早日回家，回到祖国的怀抱。祖国万岁！回国的几率只有1%，甚至连我们的任老先生都说已经做好了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晚舟的这种准备。但是在我们中国政府的努力下面，还有强大祖国的努力下面，然后呢这个把1%的这个机会实现了，我们觉得祖国强大真好。